这个心意，啊，真有切，啊，伫遮呢代表着咱台湾教会社，哦，全体上主法师欢迎咱每一位来宾，啊，倒转来咱教会社来共修，啊，咱妙法的华经。那么这个法华经呢，在今日来上市呢，也讲伊意义啊，非常的重大，因为咱知影。世尊呢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是为着要度化众生，开始努力佛之义结。哦，咱拄只呢，咱法师在带领的时阵呢，在第一品、第二品呢有介绍的。哦，咱在从请放者哦，放长就好。在这第二品的方便品内底呢，就曾经讲到，世尊呢本来在九万劫以前早就已经成佛，但是呢。伊就悯念着咱众生啊，还未成就佛道。虽然有成就阿罗汉的，有成就菩萨道的，但是还佫有真侪真侪众生呢，还沉迷在即个生死的苦海。因此呢，咱的世尊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如果倒教诸行，倒转来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为度众生出离苦海，所以呢，叫做示现在这个人间啊，所以呢，在这2500多年前啊，世尊在这印度哦度化来出现在这世间。那么当时呢，世尊的地主啊，咱知影有这个十大地主。那么十大地主内底呢，有上根器的，也有中根器的，也有下根器的。那么在一切众生内底呢，也有因为根器无同款的，也有上中下。各种根器的人，有来根器的，某一个钝较钝的，但世尊呢，并无去排斥着任何一个众生，嘛并无呢对任何一个众生呢来放弃，所以呢出现在这个世间呢，为着每一位众生会当成就道业出离苦海。那么最大的道业是个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呢，在咱正路车来上经啊，上来受持这部经呢，就是予咱在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就要提升咱家己，咱的目标，咱修行今生今世最大的目标呢，是要成就道业，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决定的心呢，咱头一天，这个念头呢，就要甲建立起来，就要记住。因为咱知影讲要成就道业嘛，必须接受足侪足侪磨练甲考验。无论面对着啥物种的考验，只要咱的心为众生为佛教。所以呢，咱讲啊，未成佛道啊，爱讲个善人。那么善人伫对，善人伫对，咱讲善人就是咱来铺桥造路啊。那么铺桥造路，铺桥造路，毋是咱一般所看到即个道路啦，或者即个桥哦。不是咱世间所看到，这是咱爱做的，咱布施行善的其中一部分。那么最重要的铺桥造路呢？这个桥是彼岸桥，彼岸桥，为生死的这岸通达到解脱的对面岸。还有一座桥，这座桥叫做彼岸桥。那么通着彼岸桥呢，必须有一条道路给咱来行，叫做菩提道。通过菩提道来通达到彼岸桥，那么菩提道伫对彼岸桥又搁伫对，就在咱现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对这生活讲结实，咱甲每一位众生，无论啥物款的众生，无论是董事长、头家，或者是一般平民百姓，拢是咱需要去改变好的，即个好会建立起来。就是咱彼岸桥，因为啊，世尊成就道业，伊并无甲任何众生结恶缘，并无甲任何众生啊结歹缘，所以一切众生咧，拢是结善缘的对象，并无分别。所以咱的桥就建立在啊广结善缘，咱的广结善缘就是咱彼岸桥。各位能听懂意思吼？彼岸桥、彼岸桥，就是咱广结善缘。那么菩提道伫对咧？菩提道呢，就是啊，
爱为众生，菩提道为众生发慈悲心。所以咱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以菩提心供养诸佛。这是在《华严经》内底的一段经文，嘛，甲咱这个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，是同款的道理。以大悲水，以大悲心来洗除着咱的烦恼。那么以菩提心呢，来供养三世一切诸佛。所以咱佛教人生呢，在正月初的新春来开建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法会。也就是要希望呢，在咱法师的带领之下，咱出家众也好，咱在地众也好，咱共同建立起着咱的大悲心，咱以大悲心来超越一切众生，无论是上天去的，或者是下天去的，一切众生，咱拢爱来解结善。在咱解结善的时阵呢，咱就是咧解完善的，咱就是咧超度咱的。完成这个，为什么？你不过在结恶缘的时阵，那么你的善缘就慢慢积聚。那么善缘若积聚呢，你要在这今生今世要修行啊，障碍就较少，障碍就较少。所以呢，咱就爱在新出的正位找啦，咱必须从咱过去的缘分转来，过去的不如意。既然是已经是旧年的事情，咱就把放下工业大汉，莫搁啊放在心肝内，让咱家己在多啊自尊受苦。这就是呢，大悲心超越众生。你要超越众生的时阵，我们要先要怎样？要先利益自己。那不再结恶缘，从过去的温温暖暖，拢把它抛开了。有人讲：“师啊，你咧讲的较紧哦，要做敢做袂到？我讲要做袂到，有啥物做袂到？”是咱的心量不够，是咱心量不够宽广，是心量的问题，不是做不到的，是肯做甲唔肯做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啊，拢鼓励咱一挂法师啦，一挂学生啦，或者咱同参道理嘛，我拢共勉励一句话，我嘛共家己安尼勉励。咱出家修行也好，咱在家修行也好，我们之所以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哪里？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不足。咱了解着咱不足的所在，所以咱了解着咱不足的所在时阵呢，咱的修行也好啦，咱的生活当中也好啦，咱的自然而然，咱的谦卑会柔软，会敬重，会慈悲。咱讲咱慈悲心，我们不一定比人家殊胜啦。咱讲咱发心天生布施，咱也无比人较济啊，比来比去呢。他刚刚那个地怎么样？非常的渺小，非常的不足。我们还有很多要去怎么样？要去加强用功的。所以呢，修仙呢，想要建立的以大悲所饶益众生，咱就是需要借着大悲水来浇灭咱自己。然后咱发菩提心，在正月初的新春的头一天嘛，会当以菩提心供养三世诸佛，这是最殊胜。你也拢非常的难得，尤其在上修法华经的时阵，予咱建立着讲，咱的目标就是要成就道业，要利益众生，这是每一位修行人共同的责任。也不是我师父，也是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的。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，我们都是同为佛道而来的修行者，在家也好，出家也好，都是佛的弟子，身为佛子。当做佛事，谁都不能逃避的啊、哦！谁都不能逃避的。所以在这个新春，这个广州法会啊，伫只也变咧咱大家啊，咱大家咧让这个放下咱身边的工作，来参与着咱的法华法会啊，法华大会啊。这阵有讲啊，在法华经内底有讲啊，今生今世啊，会晓听到法华经啊，广州法华经啊，不是今生才成就。是过去世，过去世，就真理结合着这个善念，所以咱今生今世，搁把这个善念继续延续，直至成就，直至成佛，拢袂当放弃，拢袂当放弃。所以伫遮呢，借咱淡薄时间，也俾咱在座各位法师，咱各位人力，
我们大家呢来共成道业，而且在此处祝福咱大家新春快乐，招钱得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南无大圣慈悲开示大乐指引菩萨三宝。阿弥陀佛，大众请对面站，请合掌。